这造型这么好看吗？主要我刚才一进门我就发现，呀完了，咱俩穿的衣服一样。不是，这不都同款的吗？这对呀、啊。我前两天不是做那个跟孟格路那节目吗？啊，我俩穿的这个，然后尹航也穿的那黑色的，小秦也穿的那黑色的，但我没有那件黑色的。为什么呀？你没给我。哪件黑色？我跟他们打架，你说我不管。这跟节目里不一样啊，这个哪儿不一样啊？这屋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是我们得给你带的凉菜，我们给你送温暖来了。谢谢。猪耳朵，这个呢？我妈炸的去。平时你们家想煮面条呢，你们就可以拿这炸酱，好不好？嗯、哎，挺好。哦，没换，我认出来了，还能跟着转的这个，这人控的吧？人控的。我就想吃你们这烤肠，你穷两个人。你怎么那么高啊？今年我本来也高啊。咱们是不是一会儿也得有这种照片啊？有，是吧？去去去去去！你老跟我不太友好啊。许天琪。还有纯印儿吗？这是一个，哎，哪个是孟若棠给的那履职啊？正在种那菜，死了。别提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假装这发没有。上期给你答的什么东西？拿了一个狗。那个。哦，还挺好。真死了。哪儿呢？这你这，他是不是卡在这儿了？ 还真是卡这儿，嘿，是不是可以坐了？可以坐。我先找一个有力的位置。多有力啊！你别老扑我啊！他怎么老扑我呢？他就喜欢人，他是不是看我像鹰斗啊？有点像什么？他是法斗是吧？他是八哥。嗯、你为什么坐在这么？他怕你？为什么怕我呀？ 因为权威啊，这种天然的有一种距离感。他们都不怕我了，跟我时间长了没有人怕我，没什么威信。一点威信都没有了。去年我都给删了。好删微信。那说相声演员在生活中如果说个笑话，大家没笑会不会压力更大？哎，没有，我们经常这样。你有的人就是包袱不断，包袱不断，包袱不断。你看岳云鹏在台下啊很少抖包袱，他说话都很少，他永远在那儿冥思苦想。 想一个大雷子，那他也没有。但是我们还是比较追求比较高级的笑料的。他有的人是不经意抖包，我觉得他就是他不抖包。他有一些设计，我有结构的，就是<笑>不是有一些人他是有对自己说话有意思这件事是有要求的。大家都有点，我也有其实，就有一些人他就是每句话他都想溜点啥。许天琪吗？许天琪吗？ 最后他一讲笑，他就会乐。但是那乐的不是他，乐的是这气氛。天哪，这是我第一次跟栾哥说这么多话。我感觉栾哥，你这次到某酒吧和之前在别的节目里，我见到你不太一样。我人多就不爱说话。我也是。我一人多嫌乱吧，我比如说人家说的吧，我抢人家。 我一说吧，没有人家梗好吧，咱就给人咽进去。我就对，都有这种，你没有吗？我本身说的就很少。那种情况挺可怕的，就这一群人，十多人都在那说话呢，包括录节目也啥的。然后你说你想插一嘴，说一个梗，然后这梗被淹没了，那心里老失落了。那要是这样的被淹没了，但是有旁边有人听着，哎哎，你们都别说，先让雪琴说。那完了，那就。<笑>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，我说一个，一般，然后没都没听见，旁边的什么于老师啊，甭管谁，只要有人听见了，肯定都是咽进去了吧？啊，对，肯定会，对，你看，这还有你本人眼神，肯定会这样。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有点这个社交恐惧症了，是吗？比如有这种饭局啊，饭局就是你带着我去的，我上厕所去了，是我跟你讲过吗？没有啊，我就往下接呢。 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，就是这意思。这是在咱俩现在的情况下吧，还可能会去。
昨天你要约我都不行了。昨天我也不会约你，我也害怕哥。也怵我是吧？也怵，不觉我那么好怵对吗？我就感觉我不敢约你吃饭，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打扰。对，但有的人特别忌讳说他自己请别人吃饭，然后对方问都有谁。但我觉得我是想问，我必须要问，我也得问问。那不，这不能考虑到你忌讳不忌讳，我先忌讳吧。有好多时候是这样，比方说你找我吃饭，然后我肯定第一反应是好呀，然后都有谁？那完了，他一说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你没法没有退路了。我现在就会直说，我说算了，我这些人我不认识，不好。我觉得他现在饭局越来越多了哈。是，我都见过他好几次，是吧？在不同的局上见到相似的局上，对，饭局越来越多。你是那种会主动张罗饭局的人吗？不太容易，但也会啊。你的顾虑在哪儿？怕人不去，这绝对是顾虑，对吧？没那么大的制片能力。对，这就是制片能力的问题。我喜欢那种一张罗玩他马上就积极响应的。最可怕的那种就游来游豫的。我好多这种人，我跟你说，比方说你找他晚，就说你来家玩啊，什么好长时间没见，吃点啥？他说我看看吧，我几点？他老看看，不完事儿了，我告诉我联系你，完到时候一到点了，他说、啊、我不来了。哎，我今天太晚了，我是先不去了。反正谁跟我说看看吧，我就说那算了。我给你们描述一个人，你看他是谁、啊？就是积极响应，但是呢会特别特别模仿。你知道这人是谁吗？谁呀、就是郭麒麟。你不是刚才说大林吗？大林上次找我们。大林不迟到，他才不跟你说点儿。他怎么不迟到？他约我们说我们七点吃饭。我七点半到的。你也没好哪儿去呢。我七点半到的，我是第一个到的。我当时我说哎呀，本来我心里充满了愧疚。大林就出门的慢。啊，我马上我起来了，我收拾一下就出来。你想收拾一下顶多半个小时吧。哎呀，俩小时之后，哎，我叫车。他们家等他就还好点，你能看着他干，你盯着他干，也不是盯着他，就是你倒觉得不觉得时间那么久，我感觉。你就咱俩上次吃饭我俩过年那时吃饭，然后吃完了，我就没有想买单的意思。但你得假装要买吧。我也没假装，就咱们关系那么好，就不差这一顿饭的事儿。对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最近不是玩剧本杀吗？剧本杀不是一般一个人200多块钱，十个人就是2000多，因为我玩的次数太多了。我觉得老我花钱我有点花不起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规定就是我第一次叫过来玩的人都是我花钱，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固定的就是车的时候，大家就 AA 很自然的就 AA 开了，或者是他不要那么明确的就是一人分一半，就是互相有个来回盆。来回什么盆？来回盆。来回盆我也是第一次听，就是我请你吃个啥你请我看吃个啥，这样情感还能经营起来。我觉得前面买单显得特别生疏。对，以后咱们吃饭都你买单。我买，没问题。那你们会自己吃饭吗？会。我不太喜欢一人吃饭。我也不喜欢一人吃饭。你在咱们在单位有没有就是固定的？一努嘴就走了。哎，对，有。张九龄、王小龙，这肯定我一说就肯定去。范小西，一努嘴就能对，一努嘴就走了。